如果你们拿到这午餐宝，会怎么吃它呢？我感觉我把我自己的嘴巴掰开，都一口吃不到。这一版咱们计个时，看看3分钟能不能吃得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蜜子君。前段时间不是在家里面搞直播吗？家里真的快放不下了，商家真的很爱我，怕我吃不够，怕我吃不饱。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大的汉堡有多少层肉？今天我们来做一个5层和牛牛肉堡，和牛肉的馅，你们知道吗？来准备了手撕奶酪条、汉堡专用芝士片、煎出来的汁水，用这个面包，这个汁儿滴到这个面包里面，垒汉堡喽！可以再来点黑胡椒碎，来片，签子固定一下，手撕奶酪，太爽了这个！哇，这把留着明天吃。汉堡、可乐必须要有。宅家真的宅得太无聊了，自己挑战自己。我再来一点酱，咸蛋黄酱，来点魔鬼辣椒面，像这种辣它就能促使我吃得更快。行，每次这种，加油加油，3、2、1，好，哎，再煮了吗？我再煮了4秒钟了已经。好香，这个面包配的充满了肉香。好吃啊，就被我煎老了一点。哇，2分46秒，我觉得我可以更快一点呢，还是有点在乎淑女形象，嘿嘿嘿。